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吧，画的都是大幅的，嗯，像特别是南大那一幅，南大南大门，嗯，那一幅，就是那一幅火了吧？有很多同学们，嗯，停下来拍照啊，说阿姨你画的真好。画画吧，就是纯属个人爱好吧，感觉画的时候心情还是很，特别是画好的时候吧，感觉还是挺愉快的。他就是已经在我们这儿画两三幅了吧，然后就经常会看到他在这里，就是一直就是从早画到晚，然后看到很辛苦，但是他画的感觉也很不错，很惊艳的那种感觉。就是只要自己肯学，然后自己有兴趣，然后什么时候学都是不晚的，然后兴趣最重要。还挺喜欢的，确实看着这么多小孩还是挺好玩。嗯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吧，嗯，是想去学。